啊，是你啊！你是来相亲的吗？你也是来相亲的？这事儿找的。那个，没人给我照片，我没看，我太忙了。完了，我就直接就过去了。我发了，我没瞅，你也没瞅。我没点开。哎，我请你喝杯咖啡啊。好。啊，真行的吗？不好意思。我请你喝一杯吧，没事。哎，张老师，谢谢，没给自己买呀。没有，我回去给你买完我就走了，要不咱俩坐这挺尴尬的。那我走了，张老师啊。就是，别走，啊？你先坐下。那我妈搁外头等我呢，就至少陪我做场戏呀，咱。懂了，懂了，懂。咱就例行公事，咱想一下，行吗？行，那平时见你都给办公室，你这整的做事整的像我家孩子家访似的，我家孩子又犯啥错误了呢？没有，小雨一直都挺乖的。是吗？嗯。平时很少看你这么打扮了，张老师。平时工作那不也不方便吗？你尝尝，你听我陪你坐会儿。那个张老师，那个，差不多了，阿姨估计看半天了，完了那个我走了啊，然后回头那个微信再联系，行？这么的吧，今天挺麻烦你的，要不我请你吃个饭？不用吃了，没事，来吃啥饭呢？不是，正我好咱走俩了就是待半天都没吃饭呢。我吃完饭来的，张老师。那倒陪我吃了。那个张老师，那个咱俩吧，就是一个学生家长，一个老师，就是，他吃饭的时候再来遇到熟人，我尴尬嘛。不是，这有啥的呀？你说我也没有对象，你现在不也没有吗？再所以，说也就是吃的饭。行，随口。走吧。走。相亲相到儿子的班主任，今天儿子的书包落学校了。那个，不好意思让你跑一趟。你头发咋剪短了？长头发太累赘了。跟上次不一样。那个张老师，上回那个你妈对我印象咋样啊？那个张老师，你看你这都下班了，还得麻烦你帮我儿子取书包。那啥，那个我给你买了点奶茶，完了我也不知道你爱喝啥味儿的，完了什么全糖、半糖啥的我都买了。完了，拿着呗，我这有点提了不住了。我们不用太客气了。不是，张老师，你看那个，你办公室谁没下班？完了，那个你们分一下呗，行吗？完了，挺不好意思的，老麻烦你。没事儿，这有啥麻烦的？没事，你自己拿着喝吧。不是张老师，你看咱俩这校门口的人来人往的，你这拉扯也不好。那啥，你就拿着吧，行吗？行吧，不是拎不住。那这次我就拿着了，下次可别买了。行，谢谢你啊。那我走了，老师。妈走了。你回去吧。好嘞。